我们找到的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走，这里上了。这里门口有没有看到火箭？那个叫什么？好，你们往那边去，我往这边。好嘞。哎，我的帽子掉了吗？慢慢走，因为暗暗的，你需要慢慢走，要小心。这里面有什么呀？说不定这里面有妖怪。对呀。好像有人。对，这里更怕。好，这个更怕了。这有人。大懒毛孩，不吃喝呀。我们是来这里拼图的。你们要找的可是这个拼图。嗯，拿走它可以，要回答我三个问题。你们最喜欢的人是谁呢？你。那你们的妈妈美呢，还是我美呢？我们妈。你美。第三个问题，你们当中要有一个人留下来陪我一起在这修炼，你们谁要留下呀？他留吧。我不想留，他留。他叫我留。跟我一起坐下，跟我一起修炼。那你会不会送我在家里？如果你能把我赞美满意，我就可以让你。那我可以，我说你眉毛漂亮，戴着头上那个漂亮。还有呢？就这些吗？还有你恐龙。你妈咪漂亮还是我漂亮呢？你漂亮。只有这些，我还是不满意。不要！好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我要离开这里。哎，大俊呢？大俊呢？我在这里。既然你朋友离开了，就应该你代替他在这和我一起修炼。嗯，你全都漂亮。但是你的朋友已经走了，必须得是你离开。那我去把他找回来。不行。我就想找，我要找轩轩。